在毕业之后 ，road trip 是一个我们只跟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才会一起做的活动。因为在车上，这个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对方呼吸声的空间里，大家都还是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，在车里放屁、吹水都没有问题。那么，为了让这个旅程更有意思，我们就打破这个规矩，邀请陌生人跟我们一起来一个突发的 road trip。안녕하세요。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我们，觉得找陌生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到飞机场，举着 Free Ride to Town 的牌子。在前一天晚上讨论好所有事情过后，我们在半夜才能去便利店买 marker pen 和纸皮。啊，够了够了，好了，再多一点。OK OK。你那还要再大一点？这个太大了。OK OK。还有 draw marker pen？ 没有。对了。Highlighter。Highlighter 啊。跑到另外一间 7-11 才找到 marker pen。他们员工现在就傻傻的在看着我，还要各自喝，哎呦喂哟、哦！已经晚上啊，快要半夜啊，夸张。哈伯，我要推掉哈伯这个声啊！不要啦，等下他们会生气耶。其实很多人就是已经看到这个牌了啊，但是他们就是故意 ignore 我。Excuse me。Where are you guys from? Japan. We have a plan for you guys. We actually are doing a challenge and we are going to a cow farm at Gundasang. So you, do you guys have any plan after this? Waiting friend. Okay. Thank you. 你们现在有什么计划吗？先本啊，就等下吗？对。好，谢谢你。So 我们已经试了一个小时，都没有人来approach 我们，都是我们来去 approach 人家，然后我们给的答案都是 no，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它已经太久的时间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去另外一个地方找陌生人。我们现在去租车站，我们现在就来到shopping mall 来找人，因为他在这样的时候来 shopping mall 啊，一定是一百无数多呀。我们花了另外几个小时在不一样的地方问人，他们都不能去，不是原本就有计划了，要不然就是他们要赶飞机。所以我们现在的plan就是我们自己很弱哎，讲到会不会很会哎，我们自己当滚蛋上，然后我们再来打算。很久哎。很久很久。Milking viewing， 我要看 milking viewing 在哪里。我们不能看牛啊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喂小牛。但是呢，你进到这边来了，你这个，你就可以嗅到，牛粪味。我们进来这里呢，就没有人带了，就可以自己随便乱跑哦，只是不要跑到那种不应该进的地方也啦。但是它不怎么屌啊，对吧？不怎么鸟 ，sorry。它的那个什么入场费不贵，5块钱，它就有卖其他东西哦，像是它的 retail product， 它的牛奶啊 ，ice cream 啊。小牛。哇，你看。它这边呢有一个龙卷风，这样像我们的这个这样哎，龙卷风。哇，它很乖哎，它很乖哎。哇，它头骨很硬哦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哈，确实是没有很多东西好做，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们就自找乐趣。所以我们就打算找来到这里的陌生人，跟我们一起跳舞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好不好？来准备，我们三个一起啊！快，这个是舞蹈小王子。
深海炸弹。你不是会炸吗？你跳无所谓，就这样子吧，知道？这很飒啊！你来，哎，无所谓啦，来吧，不要怕。人家没说是逗逼小郎君嘛？是啊，是啊。OK， 好，准备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要求好低很低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本来就是有高潮，也会有低潮。虽然我们没有成功的找到陌生人跟我们一起来到 Desa Farm，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群肯跟我们一起玩的陌生人。勇敢的去面对你生命中的不顺，因为你可能在其中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，如果你想要影片的话，掌声加尖叫我们听不到，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才收到，也不要追踪我们的 IG @dbstory。 如果你在 Facebook 看我们的 video 的话，轻轻的过去 YouTube 那里 subscribe 我们。